从来没想过自己能犯罪，你知道吧？现在你想，你这政府那天一个心就马上好过年了，想想家人怎么过这个年。头低下，别动，别动。第四待200天，然后呢是开庭时候又待109天，总共待了309天。309天数字记得这么准确？嗯，你每天都是算日，2天了3天，就一天天正数日，那么一直数到309天。我们被监规嘛，墙那个铁的，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重新改变世界观，哎吧，储蓄怎么要好好做人，就这些东西。自己看，这跟自己是哪和哪的都是些。今天的看见是关于前不久一个引发了太多争议的事件。刚才的标题你已经看见了，反扒志愿者打伤小偷被判刑。那说话那位是大连民间反扒组织猎鹰反扒联盟的队员，网名叫矿工。正是他因为打伤了小偷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尽管矿工被判的是缓刑，但是之前的309天，也就是10个多月的拘留羁押的时间，仍然让矿工觉得无比的委屈，甚至有一些荒谬。您想想，一个人义务做好事，冒着危险抓小偷，到头来却被要求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改变世界观，这话听起来怎么着都觉得有点费解。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听起来费解但却是真实发生了的事情。把他抓起来，快跑！抓他，弄死他！快跑！来来来，等会儿，别歇腿啊！3年前，2008年的1月10号，在大连商场步行街发生了类似的一幕，这也引发了反扒志愿者被判刑的第一起案件。事实证明那是个令人遗憾的误会，然而正是这个误会对于猎鹰反扒联盟这个由志愿者组成的群体来说几乎却是个悲剧的开始。别歇腿啊，我鞋也没了，裤子也没了，光腚啊。完了，警察就帮我捡回来，说你赶紧穿上。我说我手折了，我穿不了了，牙也掉了，我那牙半拉都掉了好几个。木啊，不觉得疼，当时不疼。我就以这个手，这手的骨头都刺发白，都漏了，都刺出来了。骨头这块是不能动了，这时候不能动它了。我就一个手，我这穿裤子也没人帮我，一到那笑，哎，那乐的乐坏了。这帮人都又看热闹了，包括那打人那帮都乐坏了，说好打好是砸死。别歇腿啊！王强，吉林人，在大连工作。他所形容的惨状发生在3年前。那天他被人当作小偷抓住打伤，随后交给警方。而抓他打他的人，正是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大连猎鹰反扒联盟的队员们。那天晚上，8名反扒队员到大连商场步行街一带抓小偷。8点的时候，情况出现了。就忽然间听见呢，有一个女孩喊抢劫。距离事发地点最近的王峰说，当时是他第一时间冲了过去。一共3个人，这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是一起的，另外一个男的，疑似就是抢劫的。这女的就是不想抢，就说手机丢了，给我抢我手机。这个男子就是王强，反扒队员王峰让王强把手机还给失主。并使用对讲将附近几名队员叫到了一起。当时我们就说呀，你先把失主东西还给他，啊，有什么事儿，把上派出所说。他说谁抢劫了？我没抢劫。他骂了我们，你们干什么的？我们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当时双方争执不下，推搡过程中扭打在一起。王峰他们将王强打伤。
我们当时就以为他是抢劫的。他脚是在那会动吗？那会正打当时，好像我是出于自我保护，我只好踢他一脚，我踢他了一脚。当时挣扎比较厉害，我们就是出手也有点过于重。二十分钟后，赶到现场的警察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当时双手护着头，蜷缩在地上，浑身是血，上身已经衣服已经被打破，已经被拔掉了。事后经司法鉴定，王强构成了轻伤。而对于那晚，王强说最让他忘记不了的是当时有口难辩的屈辱。围观的人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是受害者，都在为反扒队员们痛打小偷叫好。而事情后来被媒体报道之后，舆论仍然是一边倒的倾向于理解反扒队员们。你伸张正义吗？我感觉挺好的。可能做的有点过分吧，但说有些人是没办法的事，我理解，就是有点伤害也是理解。为什么呀？他算是干什么呢？他来上大街上随便打人啊？他谁呀？我觉得哈，不管你任何人站在他们一边也不要紧，你没站在我这个角度，等你有一天走到让他们给打坏了，你就会知道你是什么体会了，你是什么心情了。你那时候就不会说了，哎呀，是不是啊？你就不会说风凉话，因为你有亲身感受了，对不对？谁苦谁知道啊？你看我这事儿，这不能用啊，就是弯不了是吧？其实我也很小偷，我也丢过东西，我也不想把小偷的手指都剁掉。要不是小偷，我能出这事儿吗？我也恨他们，不应该来打人，随便打人。而且，你应该就是打我的话，也应该调查清楚再打。你偏偏无故给我打，我觉得太冤。别学妥啊！2010年的12月7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两起反扒志愿者打伤小偷案件的二审结果。二审维持一审的审判结果，判定在两起案件中，九名反扒志愿者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刚才的事情是宣判中的第一起，国内首个反扒志愿者被判刑的案例，竟然源于一场误会。不过和他一同公布的第二个案件的确不是误会。事隔一年，2009年1月21日，在大连新马特超市晚上7点钟左右，猎鹰反扒联盟队员火炮、矿工、毛毛虫开始了他们的又一次行动。火炮先发现就一个小偷，这个一个偷到了一个钱包，已经得手。三名反扒队员夺回钱包，和反抗的小偷厮打在了一起。就摸空手的，就空手，这就是那个跟他撕扯嘛，撕扯这个过程中完了，就是说是给摁倒了，就是我用脚踢了几脚，失手给踢伤了。小偷抓住了，人赃并获，反扒队员却在撕打的过程中将小偷打成了颅脑严重损伤。三名反扒队员当场被警方带走做笔录。两天后，三人被警方正式拘留。那一天正是大年三十儿，代价多，肯定很大。这个代价很大嘛，是说明说不可想象的，超乎自己的想象的这么一个状态。没想到自己受到牢狱之灾。2010年9月，法院一审判决，反扒队员矿工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队员毛毛虫被判处实刑，刑期3年。因为毛毛虫是在刑满释放5年之内再次犯罪，不能适用缓刑。2010年12月，二审维持原判。估计您已经注意到了，法院只对矿工和毛毛虫做出了宣判，还少了一位，网名叫做火炮的那位。您别着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稍后我们专门讲他的故事。先来说矿工和毛毛虫们，到这里您应该清楚在节目的一开始矿工所说的那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吧。就是从这儿开始，矿工在看守所里边整整待了309天，中间只是经历了一次保释，直到去年9月被判缓期执行，矿工才又重新走出了看守所。而他的队友毛毛虫则因为被判了实刑，至今仍然在
看守所里，而且目前正在为自己的事情努力地上诉着。不知道听完了这两起颇受瞩目的案件之后，您的判断是什么？反扒队员们心里边感觉到委屈，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查了查最近的报纸和网上的留言，发现社会舆论基本上是倒向了反扒队员这一边。这细想也不难理解，毕竟猖獗的偷盗者们早就已经触犯了众怒，人们从情感上倾向于毕竟是在冒着风险无私奉献的这些反扒队员们。复杂点的，有人说这是情与法的选择，还有人说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感觉到尴尬的社会现实。不过在审理这两起案件的检察官和法官的眼里，虽然选择上有一些困难，但是道理上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本院认为被告人刘震、赵泽阳、梅飞、王立斌、靳向胜、马红俊。这是有关王强被误伤一案的一段法庭辩论。抢劫对被告人来说，他看到了正义的一面，有为在前，判断在后，然后实施呢见义勇为的行为，后来知道错了，但是呢反映出被告人的主观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英雄行为。在这个案子当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被害人已经被你们打得都昏迷了，你们还继续殴打，虽然你们怀着一颗正义的心去干这件事，但是在被害人均没有反抗的情况下你们还在殴打，这明显已经过度了。而在匡空等三人将小偷打成重伤一案中，怎么看待曾经被判刑的毛毛虫的行为成为了一个焦点。因为刑满释放不到五年，毛毛虫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被判实刑的民间反扒者。四年多以前放出来，放出来后来他也就是在房屋统计工作，但也自己想做个好人，也这样一听说这有这么一个团体，也加入进来了，也很热心的就是参与。尤其对这个毛毛虫来说，他是作为已经曾经受过刑事处罚的人，现在这种浪子回头的精神，我觉得更是难得可贵，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不过在对这起案件做出判决的法官看来，这样的判决已经是慎重考虑的结果了。第一起伤害案件是致一名被害人四处轻伤，第二起伤害是致一名被害人一处重伤，伤残等级为四级。四级伤残意味着什么？四级伤残是脑外伤后精神障碍，生活基本失去自理的一个状态。办案法官解释说，虽然反扒队员的行为在公众看来是正义之举，但是他们的行为本身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限定的正当防卫限度，他们已经充分考虑社会效果的问题，所以加大了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力度，在赔偿额度上下了很多功夫。把小偷制服以后还要对其人身进行伤害，那么这种主观上伤害他人的故意是明显的，因为已经被你制服之后，如果你还要对其人身进行伤害的话，那么法律是不允许的。陛下，别动！听完了法官的陈述，不知道您作何感想？这是一个并不太难分辨的是非，标准也非常的清晰。抓小偷没问题，但是不能在小偷已经被制服的情况下继续殴打。在我看来，执行这个标准一点都不难，但是在猎鹰反扒联盟的骨干成员矿工的眼里，这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家人，你抓的时候嘛，他反抗，这时候你就是，或是反抗完反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得制服他吧？这时候很难免就有个肢体有什么接触，甚至还有了什么他自己他报复。嗯，他一看你来了，他知道是搅他们生意了，他们直接就打电话联系他们这些同伙，直接就是今天就不干活，今天活就是来报复给我们，就是怎么怎么着。矿工是为数不多的两次伤害案都参与的反扒志愿者，在他眼里案件的悲剧很难避免，因为在他们行动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职业扒手持刀行凶，
这不对等的身份和条件，让他们对待小偷必须下手既快又狠。人家是拿刀，我们不是以暴制暴，我们提供的是武力自卫。矿工说，其实在双方的对抗中经常受伤的是他们。毛毛虫就因为曾经遭到小偷的报复而被打得浑身是血，而另外一次他们在一个商场抓了一个小偷，遭到了小偷同伙二三十人的围攻，这是矿工记忆中他们队员受伤人数最多的一次。拿刀直接就捅，而且他捅刀他不是说是砸你腿或者什么，直接就是奔着就是胸啊心脏的位置就这么捅过去了。同时但是拿胳膊挡上了，把这个我两个队员这个胳膊这个肌腱又进一个滑弹了，缝了二三十针，还有了缝了十多针，就这么样。当时你就是他们好像是就是行动是不计后果的，因为他职业犯罪嘛。然后就说小偷受伤了，我们可能要去这个给他赔偿啊，可能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他伤到我们的时候，往往是在背后突然这种就是袭击，可能很难定他们的罪，这个证据很难找。如果没有这种就是说从法律上对我们这种倾向的话，我觉得可能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这个事儿。轮回，大连猎鹰反扒联盟的现任会长，敌在暗处我在明处，这是让他对这两起伤人案件的判决心里最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于是在民间反扒志愿者当中就流行着这样一些潜意识和潜规则，就是见了小偷以后我打，首先我要制服他，我要把他给打服。翟炳军，大连半岛晨报记者，一直关注民间反扒组织。翟炳军回忆，在他关注过的国内各地的反扒队中，大多数人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报复，而反扒志愿者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也让他担忧。打完了之后才要送到这个派出所打，因为那个也是从两方面考量，当时也是也有一种原因是从自身的安全考虑，因为你要是说刚抓他的时候他肯定是要反抗的，反抗的话那就要有个厮打，谁的力量大可能就是谁能把谁给打倒了以后我再送到你公安机关去。不仅如此，在这些反扒队伍中还流行着这样一种想法，他们认为我干这个事儿的初衷是正义的，然后我抓的是小偷，这样出了问题以后，不管是舆论上还是法律上，都会站在我这一边。到这里，我们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反扒志愿者联盟当中的队员对小偷下手如此之狠？为什么会有那两起伤人案件的发生？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不对等的身份让他们必须要先发制人，武力自卫。于是在现实的较量和周围的喝彩中，正义正逐渐地变得膨胀起来。2007年7月，大连门户网站天剑网的一篇帖子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注意。帖子的作者是一位年近30岁的退伍军人，他说自己曾多次遭遇扒手，倡议大家成立一个民间反扒组织。那是犯罪做坏事的人能够团结起来干坏事，咱们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干点好事呢？制止犯罪呢？就这个想法产生了。矿工就是最早参与反扒组织的队员之一。他说当时很多工人、白领、学生都参与其中，鼎盛时期达到了300余人，主要的职责就是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抓小偷，而后来经过讨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定为猎鹰。
这是猎鹰反扒联盟拍摄了一组真实的视频纪实。视频中，小偷有恃无恐，每当这个时候，就是猎鹰成员行动的时刻。小偷非常猖獗，因为达到了说能偷则偷，偷不成就变成也变成抢。地下，别动！频繁的时候是一周一次，如果不频繁的话，基本两周啊什么，不知道这样就是装成光戒了样呢，散过几个分散开，就是混迹在这个人群里嘛。猎鹰成立以来，已经有了抓获100多名小偷的成功战绩。相对于2005年左右国内各地民间反扒组织风起云涌的时期，猎鹰成立较晚。但这支年轻生猛的队伍有着自己的理念，在随后几年很多组织因为各种原因解散的时候，猎鹰打出了自己的口号，猎鹰联盟从未离开。不能再出事了，出事我却承担不起，因为已经出了这么多事，再出事的话，我想可能老百姓也不理解为什么你们总出事啊，对吧？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才能去保护他人。自从当年参加反扒组织以来，猎鹰的现任队长轮回从来没像现在一样谨慎和小心，从未离开的猎鹰现在身处漩涡之中。轮回也体味到了之前很多地方民间反扒队遭遇的问题，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尴尬。最大的困境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就是说没有得到这种没有个合法的地位，又出了这么多事儿，很多人可能就是进来之后都会有这种担心，如果以后出这种事怎么办，就没有保障。这些日子矿工的归来让轮回的情绪稍有些宽慰。自从出事以来，猎鹰队员们一直情绪低落，两次上人案让他们有些不知道该去怎么做，而两次事件更让猎鹰的前两任队长火炮和矿工相继离开。而去年3月又一件大事发生，几乎整个摧垮了猎鹰反扒队，也让全国各地都处于低潮的反扒组织更感到了冬天的寒意。猎鹰的创始人、首任队长火炮在追小偷的过程中牺牲了。炮和矿工一样参与了2起伤人案件，猎鹰的很多队员都清楚，火炮牺牲的时候正是他对反扒罪心灰意冷的时候。2009年1月，因重伤小偷案件，火炮与矿工毛毛虫三人被刑事拘留，9月被保释后，火炮和女友离开大连，离开猎鹰，远走东莞做生意。去年3月，火炮与女友在街上被小偷抢走脖子上的金项链，在他追赶小偷并在制服小偷时被其同伙用伤，5天后因抢救无效死亡。很可惜，很多人都是受到这个他这个影响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面，他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队伍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吧。就是说火炮是名退伍军人，2006年他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帖子，一个怀孕女子讲述自己和丈夫在一辆公交车上的一段经历。当时他们看到小偷行窃，丈夫本来想站出来阻止，但妻子担心出意外制止了丈夫。而事后这名有孕在身的女子感觉很内疚，
猎鹰的元老们几乎都知道这个故事。当年26岁血气方刚的火炮，就是看了这篇网帖之后深受触动，决定做一个民间反扒者，于是也就有了猎鹰的诞生。他31号是他生日吗？30号确实。他等于为此搭上一条命。搭上条命，就是网上的评论像宿命一样，对吧？他在那个发生就去过期间，又到南方，又遇到了这些偷抢的这些，他又在这个过程中，而且把命给搭上了。回来，感谢你这些弟哥们弟兄，过去一点，发生这样。这么多人在等你，对，不了了，那你不住，你对不起你，你也得对不起大家，你都对不起任何一个人，你知不知道？在很多人心里，火炮是一个象征，他们希望火炮能挺过自己这一关，也给所有人带来希望。3月30日11时30分，抢劫并刺伤火炮的3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的消息传到了医院。30秒钟之后，火炮停止了呼吸。在经历了创始人离去和队友被判刑之后，一位队员的 QQ 签名改成了这样一句话：折了翼的猎鹰还飞得起来吗？过去有句老话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如今这句话已经不流行了，虽不能说是老鼠过街人人避之，但是毕竟喊打的声音是越来越孤单了。今天故事中的小伙子们，首先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他们属于仍然在喊打的那群孤独者。正是因为这喊声的存在，我们的大街才变得干净亮堂。但遗憾的是，他们把喊打变成了真打，甚至于是殴打。其实这样的打也落在我们的身上，痛在我们的心里。社会需要正义，不仅需要正义的初衷，更需要正义的程序和手段。同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怎样才能让正义不再孤独，怎样才能让正义找到它合体的身份，合理的出场，合法的归宿。希望折翼的猎鹰好好养伤，期待你们飞得更高更稳健更完美。